今天我们要来切柳丁哦，你要吃柳丁吗？你要吃柳丁吗？好，好耶！震动陀螺，转动它，一二三，震动开始，震动开始，开始吃柳丁。哇，被切成两半了，依你来看。看妈妈切柳丁，啊，那个刀片可以拿来玩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会流血。会流血哦。哦，还真是孝子啊，还要把纸剃掉。妈妈不可以拿刀片。连黑龙啊。妈妈不可以拿刀片啊。妈妈再切给你吃啊。哦，再给你切一个一个的。这款菜块你是去倒位学的啊？先细汉就安尼吗？没有，慢慢没有学。这样子的字不会粗汁出太多的老干龟啊呢，那是可以保留汤汁最多的方法，然后又可以去梗。我都往上面开一个孔，然后就把那个给汁给它吸干，这样子完全。最好的就是这个纤维了，把它。啊，然后等吸干完再吃纤维。那就没有汁了。这样完全一滴都不会滴出来。会裂开。才好吃啊！哇，依依，我要吃这个了。依依，去玩战斗陀螺。妈妈。嗯。你在切什么？有冰啊。可是你在看电视，你不是在玩战斗陀螺？嗯。